那么达斯巴嘎瓦多阿拉哈多萨玛萨布达斯那么达斯巴嘎瓦多阿拉哈多萨玛萨布达斯那么达斯巴嘎瓦多阿拉哈多Sama Sambuddhasa。 今天呢，要跟大家讲一个课题，是好像跟解脱没有直接的关系，但是用上了一些自然的法则。今天的题目是辅导的基本法则与误区。辅导 counseling 辅导，误区是 blind spot、辅导的基本法则与误区，这是说帮人，这关系到我们怎么帮别人，怎么去帮别人，引导别人。为什么要讲这个呢？可能也之后我们是要解脱的，我们不是要帮别人的，也不是要引导别人，对吧？但我告诉你，如果那是你的亲人呢？临终意念呢？对吧？很多人一直在问我这个问题，临终意念我的亲人的时候，我应该做什么？他没有学佛，我应该怎么做？这个时候就牵涉到你用上这个辅导的法则。当然有些时候临终意念还可以。那有些时候比如说亲人啊，某一个朋友啊，他面对什么人事问题啊，感情问题啊，你要辅导。第一个辅导的第一个法则是什么？最重要的是什么啊？这一切还要更基本更原始的啊，基本上呢，自己管得住自己。刚刚开始是先有法的力量。你自己在辅导别人之前，辅导是什么？是把那个法的力量传授过去，给人家法的力量。不管是你给他，你让他自己开发，还是你让他发现，总之就是因为你他的法的力量增长，因为只有法能解决问题，对不对？像我们讲辅导，我们真的这么厉害吗？就凭我一个力量，我可以让你生命改变吗？不是的，是你有了法，你的法提升你的生命改变。不要幻想我们能够做 Superman， 我们是什么超人？不存在这种事。我们辅导别人，我们不是超人，我们是只是一个让法在他的生命里帮到他，我能够让法在他生命里帮到他，我就达到了辅导的作用，是不是这样子？那被辅导的人通常他的心是在比较低的状态，他才需要被辅导，他的法是在比较低的状态，他才需要被辅导。他的法很高，他需要你辅导吗？不需要，他法低，他需要你辅导。那你一定要在法更高位，才有条件辅导别人，才有那股底气和力量辅导别人。现在呀，很多人喜欢做首领，为什么做首领？有满足首领的欲啊，被我可以管啊，人家被我管，哇，可以呼风唤雨之啊，那个是头头，那个不是让别人因为你而发挥得更好。这种不是首领，这种只是管理员。管理员他可以管得好好，但再从领导学的眼光来看，他就只是一个管理员，他不是领导。领导是让别人因为你而更好。怎样呢？是你的因为某种力量或者善巧，让别人的发起来。基本上它就是这样的一个简单的操作，因为你的辅导的正确的辅导，让别人的法
圣洗，是法救了他，不是你救了他。不要以为自己极厉害，表面上是我们帮了人家，其实是我们掌握了让法升起的原理，然后法帮了他。所以辅导成功也不能骄傲，没什么好骄傲的，本来就不是你的力量，是法的力量啊。那我们怎样引发这个法的力量呢？第一个条件一定是自己有法啊。这时呢，霞蕾讲的就来了，不受伤的能力，快乐的能力，不败的法力，明白吗？啊，不败的法力很重要，不受伤的能力，两下子你就受伤了，那你凭什么？一下子你就不快乐了，恢复不起来，凭什么？然后呢，你的善、你的美德、你的力量，两下子就被摧毁了，你凭什么？你拿什么说服力去辅导别人？这个很重要。第一个辅导的最第一个基本法则是搞定自己，让自己辅导得了自己。当你自己掉入误区、掉入任何盲点、掉入任何的问题的时候，你能搞定自己的心吗？辅导是有满足感，哇，我讲很多人家听我的，哇，有满足感。其实到底是你需要人家呢，还是人家需要你？有些时候是辅导员需要被别人被你辅导。我告诉你，这种现象很普遍，因为辅导人他要得到那种辅导别人的满足感，他需要用这种方法来赢得自信，是他自己脆弱，这种辅导迟早要出问题。他越辅导别人，他越陷越深，不无可自拔。辅导别人成了自己吸鸦片，是需要，是谁需要？我们如果知道那个自然法则，无助身心的自然法则，也知道老子讲的先能无为而后无所不为的这个基本法则，或者是太极里面的无极生太极，它原理都是一样，你必须空得掉，你必须放得掉，你必须无所需要，你必须不是那种啊。现在很多人讲无所需要我丢，其实是以退为进；无所需要我丢，其实是负气啊。那种不是，那种都不是无为，都不是无极，都不是无我，都不是无主。它只是另一种反面显现，都不是清净心。清净心是怎么样？没有要，没有不要，没有这样，没有那样，没有扭扭捏捏，没有翻来覆去，自然自在，该干嘛干嘛，没有操控，没有掌控，这个才是真正的无我。这个非常重要。你在辅导别人之前，如果自己有所求、有所需要、有所掌控、有所渴望、有所满足的追求，我告诉你，第一个辅导的基本法则废了，没有了。也许还能够有一些效果，对吧？因为效果为什么？很简单嘛，单眼人带盲眼人走还是走得了的，你明白吗？嗯，但是这个不是真正的辅导的基本法，基本法则一定是自己引导得了自己，自己内心饱满，内心有法，内心不受伤，内心快乐，内心的法力不败，各种各样的法力，把这个做好，辅导的第一个基本法则。那第二个法则我们刚才知道了，辅导基本上是把人家的法带出来，让人家心中有法，让法自己照亮他的生命，不是你去照亮他，我们只是可能激发一下，让你看到，或者牵你看到，手指指一下月亮，你看一下那个月亮，是他的眼睛看到那个月亮，月亮本来就在那边，我们只是手指指一指，就这样呗，不要以为自己很伟大，我们只是手指指一指，这种看到的是他的眼睛跟那个月亮。
手指只是一个辅导，就好像是这样的一个功能，就像手指指月一样，让人家看到，哎，这里就这样而已，但也重要了，也重要了，指错方向当然就看不到了。好，自己一定要先把第一个条件把自己做好，第二你清清楚楚知道是法，自然界的法则在起作用，所以那就简单了。我们的工作，帮别人的工作，是根据他站在哪里，他的情况在哪里，然后呢找出一个方法，让他也能够得到那个法的利益。如果我这里湖上，我就月亮月，我能够把月光也照在那个湖面上，哇哟，你懂那个原理的话，我也可以让月亮照在你的一碗水上，对吧？对不对？可以啊，我只要掌握那个科学原理，我就跟你来，你碰一碗水在手里，对着那个角度，月亮也可以出现在你的那一碗水里，对不对？一样的原理。所以我们的工作基本上就是引发，让别人去发现到自然法则，发现到什么？了解到他的问题的症结，他的问题出在哪里？我们不是替人家解决问题，所以当我们人家来找我们问题，不管是家庭问题啊，感情问题啊，还是投资问题啊，什么问题，我们怎么解决？我们怎么可能样样都会呢？是不是？我们不可能样样都会，人家找我什么问题都有啊，感情问题什么也有，做生意的问题也有，都有啊。我们的工作是什么？基本上就是让你看清楚你的问题在哪里，引导你看到你的出路，然后呢有些时候就问他，你还有什么选项？如果你这样子做，你有几种可能性，每一种可能性它利益是不是你要的，它的代价是不是你付得起的。通过让他自己发现他的那个每一个选项的目标，那个利益是不是他自己要的，他每一个选项他的那个代价是不是自己付得起的，那他们会为自己的生命负责。当然有些时候我也会顺道讲一句，我说有些东西呢，世俗东西你找到和尚，至少我要给他知道有一种可能性，我们呢是给他知道有多少种选项，我给他自己去发现他有多少种选项，是不是每一个选项，哪一个选项是你可能可以接受的，可能不可以接受的，对吧？是不是？然后那你问你自己咯，这样的答案你要不要？像别人如果有孩子，我的孩子有很大的问题，怎样？那我通常会跟他们讲的，你有多少个选项，有多少种可能，对吧？因为有些时候有些孩子从小就宠坏了，突然间他承担不起，夫妻也是有的，他承担不起的，你就要想这个，有些人你有问那种和出家人也是很麻烦的，人家问到那种家庭啊、感情啊、离婚啊这种东西，很难处理的，我们不能讲的，就是，我以前有一个师父啊，因为和尚嘛，很简单，人家问你，哎呀，师父，我老婆给我戴绿帽，我活不下去，我多苦多苦。那师父也是啊，男人嘛，对不对？男人听到这个就，哎呀，戴绿帽啊，我师父就讲，这样苦，这样师父可以不可以离婚？师父的想法很简单嘛，将心比心嘛，如果是我，我就出家去就好了嘛。他讲自己想咯，要离就离咯，这样一句话完了，他跑回去跟老婆，我师父都叫我跟你离婚，哇，搞到那些我的弟子们紧紧张张，因为然后那个女的就讲，你看到你们佛教的师父怎么可以这样子叫人家离婚呢？那老婆不要离婚，
是不小心出了轨，不要离婚。然后呢，哇，他们一直打圆场，然后师傅也很紧张，因为他是没有在外面混过，你知道吧？毕业了就直接就出家去，他根本没有在世间混过，所以很心就是直直来，很简单嘛。你讲苦，我们出家的时候讲苦了就放，是不是这样子？很简单嘛，苦就放呗，哪里苦还抓住的呢？但世间的人就那种百般的纠结，所以从那边我突然就醒觉得，哇，出家人不简单哦，就是人家来问你这种问题，你还要小心。所以那时候我就学到一样东西，我看到我师父处在那种很难的那种弟子那边慌乱，你知道，因为人家攻击你，看你们的佛教的师父怎么这样子。所以后来我们就学会这要小心，最正确的方式，我们不是替人家选答案，因为每一个人的生命要对每一个人都要对自己的生命负责的，知道吧？所以我们是让人家看得更清楚啊，他有多少种可能性，然后每一种可能性你自己问他，他都知道，他不会那么笨的，你知道吗？他不会那么笨的，没有人那么笨的。真的，现在好几个人已经来到我面前，师父，我有这个问题，什么问题？我睡不着还是什么？然后呢，我说，你知道为什么吗？不知道哦，不会不知道的，几时开始的，对吧？你从能够睡觉到突然间变成不能睡觉，它一定有一个事情发生了吗？除非是一种是 medical 的医疗的，这有可能吃了某种药啊，或者某种倾向，很少，绝大部分都有一个 trigger， 一个触发点，这样。所以我的工作呢，最近做的工作就是让对方自己去发现其实是什么东西导致你失眠。知道的，你知道的，别告诉我你不知道其实也是不要面对他，他不要面对，他要面对他知道，他知道了就好办，就好办。所以我们就这样子帮助别人，能让人家认识自己，勇敢的面对自己。当然，勇敢的面对自己，其实人都不笨的，他只要面对了，他知道了，他承认了。他其实就走得出来了。我其实最近几天我就连续了，就帮了人家睡觉。帮人家睡觉而已。但是你别以为你们以为睡觉很容易哦。当你心里一个挂着一个大石头或者是一个什么东西的时候，睡觉都是一个很辛苦的事。后来呢，那弟子很好，他跟我讲，他给我报告消息。师父，我很高兴，师父。我终于原来睡觉是那么舒服，我就很久没有睡得那么舒服，对吧？真的啊，所以，真的帮助人家睡觉。如果这个功德能够让我未来不需要睡觉，那就太好。真的，真的啊！如果能够，我觉得那种我很敬佩那种不捣蛋的人，天天就在做这就可以，对吧？其实我是以前也练过，但是练不成。练了我八个月是有扶手坐在那个懒惰椅上啊，我就坐在那个懒惰椅上，坐在上面八个月这样子过，但那个是不倒单里面的第三级最低的一级啊，第二级是靠背，但是没有放手啊，那个我也可以，最高级的是完全不靠，那个我做过一个晚上，很艰苦，效果不好，所以啊，如果能够。我们修行修道能够像打坐，那太好了。好，我如何回答言言归正传呢？就是我们辅导其实帮助别人让他发现，因为发现问题本身就是解决问题的一个重要过程，发现问题就是解决问题的一个过程，真的这样子好，那这个是基本法则，不要替人家插手人家的生命，不要去卷入是是非非，因为每一个人都要对自己的生命和选择负责，我们只是给予
引导他看清楚，人是不可能那么笨的。你只要把因果关系、利害关系摆明，他自己会懂得怎么走。这样，好。当然，在这个辅导的过程中，有些时候我们那个误区就是以为自己可以做 Superman， 以为自己可以插手，以为自己可以把人家的生命扭转过来，不行的。如果他不是靠自己的，你看哦，除非你整个生命你辅导一个人，你就嫁给他或者娶他啊，可以，真的哦。啊，我有一个朋友的朋友，那也我也认识的，你知道，他们去简易，去简易传法，去简易传法，然后呢，看到一个简易的人呢，记住，就用整个生命，用所有的爱去改变。那现在我没有消息，不知道他活得好不好。如果是要这样子辅导，可以，你辅导一次，故事结束。用你整个生命，你所有的爱去奉献出去，改变一个人。可以啦，我没有说这个不可以哦。是不是？而且辅导要很小心，特别是异性辅导，要非常的小心。异性辅导，因为他在很脆弱的时候，有人来关怀他，因为辅导都是有蛮大的卡罗呢，都是有爱心的。那他一觉得被关怀的时候，有些时候会抓的，抓的严重的时候呢，你根本掰都掰不开。我告诉你，很有力量的，很有力量。我被抓过一次，对，很有力量，也没有见到了。后来也觉得不适当，让别人去处理，不是出家了，那是在家的时候了。出家后没有啊，出家后如果是这样的话，让我快点去要什么了啊？因为以前我在家的时候，在学生时期就基本上大家都会有需要，很多人都会找我辅导，就好。所以不要以为自己有什么神奇的力量啊，怎么样，就是引导对方自己去发现啊，这样。所以当我们有贪图辅导的心的时候，当我们自己有需要辅导别人的时候，这个时候呢，有些时候我自己是看不清一些真相的，你看不清一些真相，因为你自己卷入你需要，对吧？有没有，有没有男朋友辅导女朋友的？有没有？有没有老婆辅导丈夫的？有没有？有的，但是那种辅导常常很乱很难，所以是他们需要去付钱去找一个超然的人来辅导。那超然的他们有那个实行卷入，但有些时候也讲不好，也是很小心。所以这些是有一些法则的。那我知道，最近我知道有一个辅导的队伍，我去到 BGF， 他们有一个专门辅导的队伍，电话辅导的，你也没见到我，也没见到你，就是我有什么问题打到电话来热线辅导。热线辅导它有它的好处，就是超然，我跟你没有卷入私人关系，就比较好，它的好处。但它也有一些，就是你要很厉害咯，你没有看到那个人，当然现在也可能视频，但他们是声音了。那你除非你要很厉害，辅导员要能够听声音就可以，对对方的个性、对方的倾向、对方的弱点、对方的强点，就听声音就能够听出来，这个辨神的那个能力要很强。如果没有，通常我们比较容易辨那个人，眼看这个是比较容易辨的，辨声音你的功夫要更高一点。你们知道谁是世界上最厉害的辅导员？知道？佛陀，因为佛陀辅导呢是百分之百精准的了。该要跟你讲什么，你什么，你怎么都全部，怎么变化全部都在掌握之中。也不需要问你。他也是问，只是一个形式。基本上呢，你来到他面前，全部都看透了。然后呢，直接讲两句话，直接讲进心里面，故事就结束了。
哦，好，所以这是辅导，把自己做。当然还有很多了，很多一些他们辅导也有一些基本的道德原则啊，道德原则通常都有一把尺，对吧？啊，有些辅导员他的那个家庭观念特别重，他就会一直想把大家拉合，这是一种，他有那个企图心把他拉合。但我们和尚出家人，我们是不可以去搞这种事的，犯戒的。所以我们的工作呢，基本上也不是拉合，也不是不拉合，也不是跟你，我们不做任何事，我们只是跟你讲，当我给，如果是人家有感情或者是家庭的，我通常不敢，我很小心的，我们就讲，那你觉得你真正你生命中要的是什么？其实他们也是想不起的，他们想，哎呀，我就是不能没有他，就像这一句话，但是你要的是什么？就是我通常会引导到他们去认识到他其实要的是快乐，他不要痛苦。通常我都会让他们发现到他们最原始的需求是要快乐不要痛苦。当能够让他们认识到他最原始的需求是要快乐不要痛苦，那就简单的多了。那我就可以让他们知道你这个快乐，不管你的那个婚姻怎么样，不管离婚还是结婚，这不管我们的事，这是你的决定。但是你要知道什么是快乐的因，什么是不快乐的因。我们抓取啊，执取啊，这些是不快乐的因。我们放下，开阔，有真，有慈爱，无条件的慈爱，然后呢，有智慧，这是快乐的因。看清真相，没有抓取，我们就快乐的因。所以我说，不管是在家还是出家，我的工作不是叫你在家，也是叫你出家啊，不是，真是因为要叫人家出家，也不可以能在人家在那种状态下跟人家讲出家，对不对？出家也是在你克服了过后，所以那个时候我的工作不是让你这个，我的工作是给你发现到怎样才快乐。哦，原来是这种抓取，一定逃不了。你几乎发现到，只要他是来辅导、需要辅导的人，他一定有一个共同的问题，核心问题一定都一样的。我执着，一定逃不掉。所有的千篇一律，我可以告诉你，不管是千万种疑难杂症，他回到来就只有一个：我跟执取。所以你只要找对那个，用不同的语言的方式让他发现到这种东西让他苦，让他看不清，让他走不出来，让他不能自拔，然后给他知道他自己会什么烧到手就放，就如果再不放，那不是继续烧下去，烧到他疼，就是就这样。所以通常辅导的时候不需要那么复杂的，蛮简单的，如果你抓到这个核心的概念，辅导别人其实蛮简单，变化可以千万种，但是它的根本核心原理就是让你看到你的苦因，回归到后面责自己。当然很多人会讲，外面是他惹我的，是他造成我这样子苦，是他什么，是千万种外面的原因，你里面不去勾引勾牵他，你苦你会吗？不会的，不管是过去未来什么事都好，心一定要自己去抓你才苦的，不可能。在自然界的法则里，心不去抓的事，它是碰不到你的心。身体没办法，身体一刀砍下去痛就是痛，对吧？是不是能不痛吗？当下的梅拉维尼给我砸针的时候痛啊，痛，是不是？他不是我，他不是师父可以想，哎呦，我想捂我捂我捂我就不痛，针砸下去痛就是痛，所以这个是自然法则，因为那个是直接来到你的肉体，但心，对吧？心是自己去抓，你才会痛的，你不抓你不会痛，这个是基本法则。
然后怎样让一个人能够明白看清是这个就可以了。他一放什么忧郁啊分裂啊都没有这么多了。嗯，即使有些人讲我看到鬼，鬼会要、鬼真的把你搞死了吗？如果搞死还等这么久，他真的有心要把你搞死他等这么久，对吧？很多人来找的时候看到鬼看了好多次才来报告，等你报告的时候，我想如果他真的要你的命，哎呦太简单哦，但是搞来搞去总是在你面前出现都还没要你的命，也就是说这个鬼不可怕，对吧？对不对？鬼根本就不可怕，所以基本上你放开放开它也就没有了。对不对？所以做辅导员的人，辅导别人的，不管是出家人还是什么人，一定要有能力辅导自己。你没有能力辅导自己，辅导别人只是同病相怜。也许好你也开心，有些人很喜欢被别人辅导，不一定是他能解决问题，他只是遇到另一个同病相怜的人感觉良好，但谁也没有解决问题。谁也没有解决问题。可以的。可以的。但是还是回到师父跟你们叫你们培养的三种素质。不受伤的能力，快乐的能力，不败的法力。你有这三种力量，基本上你走出去辅导别人不错了。但这三种力量最好是建立在佛陀的教法里，你有缘起无我的智慧，至少思索成慧，不一定要到禅所成慧，思索成慧，缘起因缘因果因果无我无我的智慧，那你基本上不会受伤的。你有爱慈悲喜舍的能力，真正的爱是慈悲喜舍，那你会快乐的，你会快乐的。那如果你有如实自见一切生命的问题的真相的能力，谁能把你打败？没有人可以摧毁你的法的力量，没有人够摧毁你的忍耐，摧毁你的勇气，摧毁你的智慧，摧毁你的慈悲，摧毁你的涵养，摧毁你的所有你有的美德，没有人可以摧毁的。因为你所建立的这一切法的力量是建立在真实的基础上，因果的基础上，自然法则的基础上，推不倒的。那个时候你去辅导别人就很强大了，你的力量就很强大，别人也会被你的力量所施舍。真的，你们也许有些弟子会觉得师父你有些故事讲到好像讲到都烂了，大家都太懂了，但有些时候它就是管用。因为我遇到人家放不开很苦的时候，我是要给你知道我不是空口说白话，我也经历过，对吧？但是我也曾经一整夜失眠，我也经历过，但是就那么一次，一辈子就是那么一次，再也没有了。当我这样讲的时候呢，其实虽然他们觉得哎呀师父不可思议啊，我不可能做到像你这样，但是他心里已经认可了这是可能的事，你明白吧？我要达到的是这个效果，是可能。当你知道可能，就算你没有做到我这个层次，但给你一个礼拜放得下吧，对吧？你一个礼拜可以把你的睡眠症治好，这样很不错咯。有些人几多年的睡眠为了一个情感问题，然后我跟他讲我失眠八个小时，然后就治好了，就好了。哇，他就听听，觉得可能。所以有些时候是这样，因为我们在辅导别人的时候，没办法的。是有时候听到人家哇，家庭问题要我爸爸怎么不好，怎么不好？不是我要讲我爸爸的故事，我要给你知道，就是我们也不是金汤匙出来又怎么崇高，我们也经过家庭问题走出来。我现在活得好好的，其实我是给你知道，你也可以活得好好的，是这样子。所以辅导员有些时候，你真的有些时候自己能够豁出去，你知道吧？自己的那种，人家觉得家丑不可外扬，哪有什么家丑？
它就是一个故事。我爸都投身了，他那里还管你这样多，怎么你对不对？而且我也没有，对我来讲就是一个故事。生命里面成功啊、失败啊、对啊、不对，它就是一个故事，没有什么瞧得起、瞧不起的事。瞧不起的人是没有智慧的，懂缘起的人是不可能瞧不起任何人。我告诉你，不可能，除非你没有缘起智慧，你真正有缘起智慧，你看久一点，有什么错我们没犯？我们这么厉害吗？我们的优点也是缘起的，我的缺点也是缘起的，我的智慧也是缘起的，我的无明也是缘起的。所以变成我们自然对别人会有一种很大的包容心和慈爱，那自然的缘起就会带给我们这种自然的心胸和那种慈爱，对众生就有这种真正有缘起智慧是会这样子的。然后呢，所以对我们来说，哎呀，故事就只是故事，故事是拿来启发人的，没有什么丢脸不丢脸，没有什么家丑可外扬不可外扬，它就是生命的一个经历。所以人家不习惯的，哎呀，梵天蒙拉，你怎么讲到你的爱情故事全世界知道，有什么这样大不了？根本不觉得有什么大不了，它就是一个故事呗，是听听那个故事没什么大不了，就是那个人与人之间有一个共鸣。你知道我大家都是人，都会犯错，都这么走过来，坦然的面对他啊，坦然的面对大家，这样子就很容易共鸣。我们其实展现给大家看的是一种生命的可能性啊，别以为自己很苦。其实我看过很多人讲什么苦啊，家庭疾苦的，有啦，有一久久会遇到一两个比我更他的家庭比我更糟糕的，但基本上很多时候也没什么大不了，是不是？如果你讲你爸很凶，你爸打过你吗？我就问，对吧？是，就是这样子，所以基本上呢，是把自己的做好自己的法的力量，自己的我放掉。要有一种真心的关怀，但是超然的，不是那种直取的。有些时候那种被辅导的人，他其实很缺爱，很多共同点都是很缺爱。他缺爱的时候呢，有些人得到爱的方法不一样的，有些人就是会以负面反应啊，我可怜兮兮啊，然后让你同情我关怀我。所以我们的慈悲喜舍少一样都不行，舍你不行都不可以，你会被牵动啊！他的苦，他有些时候我告诉你，被辅导的人他需要牵动别人，有些时候也有这种情况。所以如果你很内心很干净很超然，我就是跟你讲真相，就是这样。如果你不接受也只是这样啊，我只是尽一个心想让你看到，就这样啊，我也没有那种操之过急，我就是你苦我就是不能，我要你不需要这样子，就是这样一种慈悲跟你讲，这是这样啊，然后生命选择是在自己，你的自己要走出来啊，有这个可能性，这个可能性，反而这样子他走出来的结果会很好。如果你让对方对你产生一种不合理的依赖和执取，这个时候就完了，辅导会越辅导越乱，越棒越棒。所以一定要有无助身心，身心无助的法力，一定要有慈悲喜舍，舍得了心，又慈悲又超然，这两种力量都要具备，又慈悲对方又超然。你不慈悲对方，你讲什么理论呢，就感受不到，你不超然，你是另一种执取，跟他的问题没什么两样。对方苦都是因为他执取，你执取他可能吗？当我决定要教我母亲不执着的时候，我就知道我的心里就出现这样的一句话，不可能用执着教育不执着。我他很执着我，但是我要教他不执着，我觉得我给我母亲最大的资产啊，在他还没修成以前，我觉得我要给我能给我父母最大的
法的资产，就是让他不执着。因为他执着的话，他临终怎么办？我一直很早我学佛过后，就是在想着怎样把我父母的临终，我一直都发愿我要给他们送终、保护。所以当时我知道要走的时候，如果走不掉，心不放不下，那个很苦，所以我就一直下决心要引导他们学会不执着。但是如果我跟他讲，你不要执着啦，请你不要执着啦，你执着我也很苦啊，你管用吗？管用吗？我讲你执着下去你会很苦，请你不要执着，请你求求你不要执着，你执着我，你继续执着，所以我看到你苦我也苦你看啊，如果用这样的语气这样的心态，是那我们有智慧的人会觉得很爽，哇，原来你这么在乎我。但是你教不了他不执着，因为你用执着他的方式来教他不执着，可以吗？我告诉你，辅导别人基本上都是要教人家放，逃不掉，都是要教人家放。结果你执着对方，你都不放下对方，你怎么教到他放？所以我们是展现出一种洒脱，不执取。我就是告诉你，指你一条路，你走也好，不走也好，你自己看着办。我告诉你，真的是这样子，这样子很关怀又很超然。你看，效果就来了。效果就来。但是有些时候啦，有时候我们在辅导弟子的时候，有些弟子他就是要考过关的。你知道吧，特别是要牵动自己的弟子。一旦那个弟子是要牵动自己的时候，就非常难辅导。所以通常呢一定要经过一个关，那你知道动不了。也没办法。我们要辅导弟子，弟子要牵动我，那我怎么辅导你？你要我听你的，那不可能，那你不是看着我，你自己看着办的，就是先把自己立于不败之地，然后先能无为和无所谓。你先立于不败之地，你就别去牵动，不动摇，反正个人的命运，个人的，个人因果，个人担，我们只是导师，我们不是 Superman。替你化灾解难，不是辅导，就只是辅导。然后呢，当你能够立于不败之地，然后呢，然后也许有效果，也许没效果，那就算了。如果有些人要用那种极端的方法来死，不是死吗？所以当我们早期传法的时候，我就已经立下了这样的决心。我知道传法很艰难，在渡人家很难，你渡的人可搞不好他要牵动你。所以以前给自己这笔记里面写下，见血见泪见丝绝不动摇。很残忍哦，听起来好像很残酷哦，你死给我看我都不动摇。一定要有这个决心，你超然不了，你就做过不了那关，要辅导别人。但是因为有些人会要牵动辅导员，这个时候呢，你就一定要有立于不败之地，然后能就能，不能就不能，个人的因果，个人的事。但是往往因为你是立于不败之地，你在帮人，你那个慈悲人家是感受到的，你那个真诚人家是感受到的，你那个智慧人家是感受到的。因为你总是在不管发生什么事情，你始终超然跟平和，谁会感受不到？但是如果你在帮人的时候，你自己的心波动了，跟对方基本上就是一样，那基本上你拿什么说服别人？而且要记得，辅导里面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原理，是磁场的交界。所以如果你自己的发出去的磁场是不干净的，直取的，有说，或者是你觉得你要对自己交货，我又要交货，我又要辅导神国一个人，你把这种当成是你的业绩，也完了。
你真的要辅导人，没什么业绩不业绩，就是诸法因缘生，诸法因缘灭，我诸了最好的因缘而已，我的工作是诸了最好的因缘，超然于结果，超然于结果，一定要做到这一点，这很重要。所以回到来，一定要先让自己有这个我的心，缘起的智慧，这是因果，至少思想上不是说要修到缘起，不是这样子。然后呢，有慈悲喜舍的情商，有如实之见看真相的能力，找出对方的根本原因，一定有。也许你不用讲无我，但是你可以给他看到底是什么原因你会这样，是什么原因啊？看看看啊，看个明白过后，其实是他抱着大树不放，然后他喊着为什么我要上山，为什么这个我不上不了山，你抱着大树你上得了山，对不对？这种是幻象。很多人被辅导的，其实他们都是掉进某种程度的幻象，没看清。我们是让他看清真相，其实是你抱着那个苦不放，不是苦能够对你怎么样。只有一种东西我们摆脱不了，是人身攻击的，真正打在我身上，痛痛，这个是避不开，肯定要痛。但是心的问题基本上100%是你自己去抓的，一定有抓的东西，你没有抓不可能有心的问题，不可能的。 Not possible, scientifically not possible, 科学上就是不可能，一定我们自己抓一样东西我们才会苦，一定100%。只是到底你有没有能力把真相讲到对方能接受啊，引导到他自己看得到，这个是零，这个就是技巧了。这种就是战略，对的就是技巧，技巧的语言能力，怎样赢得对方对你的信心，对你的语言能力，对你讲的话有信心啊。师父常用的习惯就是真诚的把我自己的苦或者经历也讲给你听，因为人家比较容易共鸣，而且他心里不会觉得你高高在上，只是你跟我一样，就像以前我读甘地，我会觉得特别容易感觉，有感觉为什么？你会发现到，哎呀，他以前也曾经这样啊，也脾气不好，也说哇，然后呢，他可以克服这么多问题，心里就会觉得，哎，我也可以。他读佛陀，我反正没有这么强的那种感觉，并不是佛陀不伟大，佛陀太伟大，伟大到一投身就走七步，地面生莲花。所以我一想就是，哎呀，不可思议，这个不是我几十，我想起来他就是超人，他生下来就是超人，我就不知道我这一生能做到什么，能够怎么向佛陀学到。当然后来我觉得明白了自然法则过后，也不会有这个问题了。佛陀教的自然法则，就算我们没有他这样超凡能力，我们还是可以，还是可以通过我们的这个学习，然后把那个法则学多少用多少，对吧？还是可以做到的，这样。但是共鸣就很不一样，你觉得啊，你也走过来，但是你走出来了，他却感觉上我也可以啊。我们要给人家建立起我也可以的那个信心，你就基本上事半功倍，给他知道我也可以，是这样。所以很多人不明白，师父你干嘛把你的故事讲到满天下都知道，每个讲座基本上讲来讲去只要是那一类的解决问题的，有时候他们听到，哎呀，师父又是你的故事，原因就在这里，在这里啊。所以当然最重要是还是希望大家好好的把自己修到扎实，因为每天忙着去辅导别人，但是如果有一天你那个人是你不得不辅导的，先把自己的法建立准备好，心境准备好，然后再去帮。因为有些人我们你不是你可以避得了的，如果是你自己的亲人，你的孩子，你的伴侣还是什么，你逃得掉吗？你能说你不帮吗？对不对？这个时候就要提升自己帮对方的那个能力。
啊，他其实这个也是很重要的，提升自己的能力其实也是自修，对啊，然后去帮人。希望今天的一点分享会帮到你们，比如说我当然是希望你们专心修禅，但有些时候你就是免不了要不要，但当你不得不做，至少你知道它的基本法则，把它做对那就好了。好了啊，就这样，希望大家好好照顾健康，健康不好的就是要多爬山或者是什么八段锦啊什么之类的，只是要懂得照顾好自己健康，身心平衡比较好。身心一起来就像鸟儿的两只翅膀，智慧跟慈悲也是像鸟儿的两只翅膀，你一个翅膀拍它力量很弱，两个一起它就会起飞一样。好无论如何，不管在家也好出家也好，总是要记得法修法，也没那么难，就是依教奉行，养成一个从善如流的性格太重要了。从善如流就是师父说什么佛陀说什么我就做什么，不要去熬，你知道吧，简单的东西别搞得那么复杂，简单就是什么简单，苦了就放，烧到手就放，很简单的道理。这个是我在大概三岁的时候我妈妈就教了，他讲摇那个灯笼，我们走路都走不稳，拿着那灯笼摇摇摆摆。妈妈就讲，孩子啊，你呀、啊、拿着灯笼，你要、啊、我要自己拿，我不要人家牵着我的手拿了，你知道？以前那时候我就感觉没有满足感，所以我就腿掉，我要自己拿。那妈妈是怕我烧到手，以前那种灯笼知道啊，纸做的啊，那五分钱的一个灯笼，小小个，那就五分钟一角钱的一个灯笼。然后呢，他就讲，妈妈就讲。啊，但是呢，灯笼修脚着的屌啊，灯笼如果是烧着了就丢，所以从小就学会，如果它烧了就是不可用了，丢，会烫到手就丢，所以从小我学会的东西就是，什么东西威胁到我啊，给我苦啊，就快点丢。其实生命就这么简单的事。但很多人做不到，苦到半死你还要死抓。那所以啊，有些人讲，哎呀那个男人让我很苦啊很苦啊，他说讲，我讲苦就丢呗，也丢不掉，那就很复杂了，转来转去。所以有些人他以为那种纠缠不清，还从其实是从中取乐。所以我有个朋友就是这样，当然人家讲那个人啊我恨死他。他就讲，我这么值得你恨吗？我他转过来想啊，这个世界就是这样子。你又爱又恨又爱又恨。其实很简单的，不用想那么复杂。苦就什么东西苦恨。很简单，我觉得根本一点都不难。根本就不难。我不知道为什么很多世界的人这么难，给你苦的你放不掉。你知道给你苦你就放呗，有那么难吗？没那么难，没那么难。给乐的还有一点不容易，乐的因为你就抓了吧，但是如果你知道那个不究竟也是可以放的。好啊，我希望大家好好的开心的，难得是出家开开心心，每天活得自在，然后活得内心充实有法啊。好，就这么说。一当灭本阳阿萨瓦开阿瓦行河都，一当灭本阳尼巴那萨巴加哟河都，妈妈本阳巴刚萨巴萨达南巴杰米，得萨贝灭萨芒本阳巴刚拉班都。Sadhu, sadhu, sadhu.